好，再来看到这美女张曼玉活跃于各大时尚派对，但是她出席了一场这新车发表派对，谈到与德国籍男友奥雷感情稳定，却不婚头，也不敢约梁朝伟叙旧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。46岁的张曼玉与小7岁的这奥雷相恋了3年，曾经有一次婚姻记录的她，坦诚对婚姻没有安全感，虽然和这个男友感情很稳定，但是暂时没有结婚的冲动。